正反两方强强对决，却让导师极度不满意。这是一场非常烂的辩论赛，超烂，而且很难看。你们两位真是让我无言以对啊！辩论不是用声音，还有用态度去欺压别人。你刚刚完全示范了这个非常错误的东西，所以你唬得了观众，你唬不了我们。你们如果真的杀进冠军赛，不管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为你们担心。周六晚间10点，锁定东森综合台，谁与争锋。